出门玩天气如何呢？在礼拜六是很稳定的，可以看到台东池上天堂路，蓝天白云配上绿地，很适合一家人出门踏青。今天全台的温度都算是偏热，特别是在台南、高雄还有屏东三个地方，可能会飙到36度以上。那同时也要注意到的是空气品质，只有东部是良好。那在北部还有高屏地区呢，其实他们的空气品质啊，可以看到是红色的，是警示高敏感的族群出门可能要戴个口罩。而明天呢，这个空气品质会好转一点，但是要开始变天了。母亲节有封面通过，所以全台一片蓝蓝绿绿，都有机会会下雨，尤其在北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会大一些。如果计划出游的观众朋友，可能要准备一下雨天的备案喽。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